秋啊，先平遥的田悦昨天发的那个啊，昨天发的那个，把上个单元的那个画的挺好，这个确实不错，哎，那个形啊、势啊都挺好，哎，那颜色也上的很不错。你要挑毛病的话呢，就是那个，你这个是一条线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拍照片照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？这个这条线就不知道看不清楚啥回事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应该那个什么，再染一遍，再深一点。远山也稍稍有点淡，近景这个都画的特别好。再要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树的倒影呢。你这个树吧，这个树是垂直的哈，这个树好像有点放向左，这种歪歪的。先左歪歪的倒影，你倒影你应该往这个倒影往右歪，也是先底下往左歪，上面往左歪，底下往左歪，这那个就是咱这个学物理的时候那个平面镜那个原理啊，这个肉射角等于反射角，对吧？哈，这个一条水平线，肉射角等于就不对了，你要是垂直的，那就一直下来啥事没有，这个倒影呢有点也得这个树的倒影也是往那个右边有点偏。偏右边来了，这个呢也往这个往左边偏啊，这个别的没啥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以后要这么画的话就是错误的了，挺好，不错啊。小丽这是上堂课咱们画的，上堂课这个画的很好啊，很到位呀啊，这一棵那个这两个大松树啊，墨色吧。这个笔太小了，你画的这些线条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一根根的线条就不太好看。你看这人家这个原作，你看那个笔稍微大一点的，往下那个不要这个一不要把不要露出这样的一根根的线条，用侧锋擦出来，效果就好。其他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两个树画的还是这个树点子笔点的是太。少了一点啊，树的这个形，树干的那个形啊，还要注意一下这形。线笔用那个小狼毫笔吧，稍微大一点就行了。小狼毫笔比线条要粗一点，那个线条有点太细了，纤细。山石画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山石啊，山石画的挺好。这几个点的都很不错，这个都很不错的，小丽的啊，理解万岁这个，理解万岁这个画的就是更好一点了。你看这个树就是，杉树，这个就是用笔拿出来的啊。但是呢，也要注意这个地方再加深一点的，在底下大一点的。你看它这个底下大一点的啊，往左右撇稍微大一点的，效果就更好一点的啊。这个树还有点小吧，感觉到啊，别的都很不错。别的很不错，这个点子笔点的相当好，很到位啊。山石也画挺好，理解万岁的啊。姚伟泽的这个树呢，也要再加几笔，那个太叶枝叶太稀了，再加密一点的，效果更好一点。参考这个原作啊，参考原作，其他的都很不错，挺好的。姚伟德是进步是特别快，学画时间特别短。这个山石的这个有一地方线条，还是要笔要刮干一点，有地方还要擦的细一点线条。这个所以笔上的水分多了以后就出现这种现象，线条吧过于实了，有的那个苍老那个劲儿出不来，有的细的线条没有，细的线条没有啊。这个挺不错。王进波。王金波这画的也很到位啊，这挺好。山石也是这个毛病，这个山石层的还是不太到位。这个树啊，你这个树更简单了哈，人家那个还有点线条，你的线太少，就是加密，再加几笔啊，加几笔就可以了。大胆的、潇洒的画就可以，画几笔就可以了啊。其他的很不错，挺好。这个点子笔点这个树干也画的挺好的啊，山石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参差这个，你的参差还是很不错，但是这地方
那个过渡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要过渡过来。万金木，哎，没有了啊，就这一个作业，大家都画得很不错。今天咱接着打墨稿啊，今天接着打墨稿，把这个树、房子啊，还有这个远的那个小河流都画出来。接着画，我那个先整点那个浓的墨，这个地方吧，是浓墨，但是呢，浓墨呢，这几个数要比底下这个数要色要浅，所以我在这个墨里面，这个墨里面啊，你看这看到调墨啊，这个墨里面呢，我要调一点朱标进来，几点朱标。朱标呢，挤着搁上边，如果需要多少再多调，不够了再加啊。用这个小狼毫笔画画这个树啊，这个小狼这个是稍摸得粗一点的小狼毫笔都可以，把笔泡开，泡开以后呢，因为我讲过这个咱这个跟咱这班的嘛，有不少还有一些新的学员进来的啊。新的学员进来，因为咱这没有初级班嘛，就开始就中级班了，所以画树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树画的就很慢，这今年这两个树我也还画慢一点的啊，反正牵扯到新的东西，我都是慢一点画。你像房子，你第一个房子我就慢一点画，第二个房子我就快一点画啊，就是照顾到一些新老学员，新老接替。这些老学员呢，你就耐点性子了啊。啊，你说，啊，这老师我都讲过，这都画我的绘画，绘画你也耐心听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调点指标，把这指标我都画进来了啊，你看见没有？指标都进来了，个人指标还不行，还是个墨色吧，还下不来，我还得兑点水，兑点水啊，让它更淡一点，墨色淡一点。好了，这个墨调的差不多。这个彩墨扇的话，这个远近呢，就是墨里面挑这个挑颜色，叫彩墨嘛哈。这个墨里有颜色，你别看现在看不太出来，但是这个墨跟原来的底跟这个树一对比的话，非常明显啊，你就能看出来了啊。调到笔的根部，传统画山水画的时候，画树的时候，它是笔根是水。笔尖上蘸点墨就可以了，它越画呢，色就越淡，越画色越淡。咱那个彩墨上的话呢，它就不追求这个，不追求每个笔上的墨的变化，它就整个的这个树啊，你看这个树那个是圆一点的，所以它这个色就浅一点的，它就追求这个变化就可以了啊，其他的就不追求。这个底下这个小的这个树的话，我一会儿再画，再用浓墨画，先把这个大树先画出来。我就从这个树干开始画起吧啊。因为我事先那个用那个铅笔呀，稍微勾了一下，所以我起笔从哪儿起都可以，从哪儿起都可以啊。我就从中间这个位置开始画，从树干中间这位置开始画吧啊。这位置开始画，笔刮一刮。笔的那个墨一定要刮干一点的，不然的话，它那个线条就是非常实，非常那个就不好看。这个往上擦一擦啊，侧锋和中锋并用啊，中侧锋并用，这中锋，你看这线条，这个竖着干的那个边缘，这个线条要一波三折，你看笔。走的时候一波三折，就是哆哆嗦嗦的走吧，哆哆嗦嗦走。你看，走的时候呢，画的时候笔一定要，新笔的时候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，要有这个，叫什么呢？那个
节奏感吧，要变化节奏感画出来就可以了。我从这个树干这开始画的啊，这从哪儿开始画都可以，从树根开始画也可以，这个随你的便。用侧锋擦，直接就把这个树干呢就擦出来了，树干的树皮这个结构构造，哎，就擦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我这是小蓝毫笔啊，小蓝毫笔，用小试管笔也可以啊，用小试管笔画也可以。这是侧锋，看到没有？往下画啊，一直画到这个山上。跟这个山衔接要非常自然。你看，我这侧锋往上擦，看我用笔，大家看录像的时候，看回放的时候，就看我用笔怎么用。关键是要把这个用笔掌握住了，你会画了，你就会了。怎么用笔是有什么又讲究？哪地方又讲究？哪地方是不是用笔？哎，用笔这个注意些什么？我都跟这才刚都讲了，这一波三折，可能一波三折。侧锋，把这个树皮左右撑出来啊！有这个你看，手哆哆嗦嗦的撑，有时候直接撑。有的速度又快，有的速度慢，所以这个，在画的过程中，在画画的实践中啊，你慢慢就体会到了啊，哪地方画的这个树干撑着，哎，漂亮，哎，树干的形画的好看，这个颜色也很到位，墨色很到位，哎，怎么要不断的总结啊？一定要不断总结，只有不断总结才能提高嘛，是吧？我就是把这个。啊，胎点点出来啊，它这有很多的小胎点，我点的就是啊，太点点了啊！接着往上画，我这底下是用一个纸筒子啊，把这个纸卷起来。这卷起来以后吧，它压不坏，不然的话就怕压出褶子来了。这个甲醛纸特别特别怕压出褶子来。你要压出褶子来以后吧，这个画表的时候哈，出现这个死褶的时候吧，那就特别不好办了。我从这啊，这样能看着，从这开始看着哪，我就开始从哪开始画啊。接下来，你看，中锋啊，中锋。行笔也有节奏感，就是说，停顿、提按顿挫，这个一定要
表现出来。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都可以啊，不是说必须是从上往下画。再画这边树干了啊，从这开始画，这能看见。这个笔上的那个墨色多的时候吧，你心笔速度快，心笔速度快点也出现，照样出现飞白，对吧？你这个笔上的墨要特别少的时候呢，你心笔速度特别慢，慢一点也能达到个力透纸背那个效果。写书法不讲究力透纸背嘛，对吧？啊。就是纸的背面呢，就能看到那个我这个线条画的线条，叫力透纸背。这颤笔，你看颤笔抖，颤着笔，抖动笔。我从左边开始画起啊。这画到纸外面去。这线条有粗有细。别画的一样的粗。你看我这笔在墨多的时候，我心笔速度就快，心笔速度特别快。这个书压啊，要把这个书压这个感觉画出来。
是侧锋擦中侧锋并用，有的时候是中锋，有的是侧锋，把这个树干这个特点、树皮的特点给抻擦出来就行了。这地方是单钩，单钩是墨浓一点的，你看单钩啊，墨浓。这是单钩啊，接下来，这个树枝可以淡一点的墨啊，这个树枝，我再淡一点墨，画这个旁边这个树枝的时候，再淡一点墨啊，再把这个树深浓墨画一下子，深墨。这个在这个树干的后面，这个透前后透视关系一定要搞清楚。
有的是单钩，有的双钩，单钩双钩衔接的地方一定要接得非常自然。这个，咱这个特别是有些新的学员，最好犯的毛病啥呢？就是双钩的时候它线条画的粗，到单钩之后它过渡的不好，突然一下变细了，哎，那就不对了，一定那树没有那么展的，是不是啊？试着可以变成皮肤癌。好了，这个树就画到这儿，我再画后面那个树。后面树我再兑点，稍稍再兑一点点那什么水啊，让它更淡一点，墨色更淡一点。这地方啊，直接兑点水。也淡不多少，稍稍淡一点就行。再多一点吧。这个放后这棵树啊。也是一波三折，你记得一波三折啊。特别这个地方，这地方这个树丫这块吧，一定要把这个树丫这个感觉，拐弯这个感觉画出来。这个好几个那个胎点啊，好了，这个树一会儿点叶，我现在就点什么啊？点对比点叶，叶点完了以后，还有这个
先不叠，我先把这个。我先调点淡墨，把这个房子画出来啊。画完以后，有点叶子，还有背景的颜色一起画出来。这上面还有几个，这上面淡一点的叶子没画，淡点的汁儿，淡点小汁儿。这个淡点的墨了啊，跟这个树枝画来的，墨色差不多的。有淡的，这几个汁是比较淡。可以了，我再拿个盘子，再兑点水，再淡一点的墨啊，再淡一点的墨，把这个房子画出来。用这个小的蓝毫笔，有锋的蓝毫笔啊，有锋的蓝毫笔，我挑点淡的墨，比这个墨更淡了。因为这个带了很多的水，感觉到的淡不少了啊。把杆子，这个墨一会儿留，一会儿点树叶子还用它。我往上圈纸，画底下的房子了。盖房子啊！盖房子呢，用我铅笔勾了个稿了，所以大家房子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房子的结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这个结构要是错了，你这个房子，就容易画坏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从这个底下开始画，从哪开始画都行，反正我是已经铅笔勾好稿了。这个线条吧，要注意一点，线条要拙一点的。就是线条，有的同学画的，特别特别工整，那是工笔画了。还有那个界画，用尺鼻子的画的那个，那就非得更工整了。咱这用不着啊，咱这就是那个，因为写意画呢，画写意山水画这个，用不着那么特别特别工整的，写意的就可以了。你线条拙一点的，越拙越好看。我从这个大方的开始。大法呢，我先从画这个房上的物脊啊，这个没转不好了啊，我这个纸没转好，我再转它一下。从这个物脊开始画起啊，
两条线，屋脊也是两条线，有个脊瓦，是不是啊？脊瓦是那个是竖着的，我直接把瓦画出来啊，竖着立在上面那个瓦，双脊上屋脊上的瓦是压着的。这小青瓦，这是哦。再把这个房檐儿，这个房子啊比较破，它这个墙面啊一些砖抹这个灰都掉下来了，所以这个房子画的时候有点那个什么啊，有点麻烦一些，事儿多一些。这是瓦，我再把这个上面的瓦盖画一下子。瓦盖就手啊，瓦盖吧，简单的画法就是那个，来几条线条，你看，来几条线条。下滑从下往上滑都可以啊。把画瓦片儿就是画小弧线，一根根的弧线画出来。你看小弧线，你从这开始画啊，小弧线。不要太较真了，也不要太认真了啊。画弧线。有时有时，有的地方你可以不画，把笔刮干一点啊，不要线条画的有的特别实，就不好看了。我画的快一点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好画，这简单的啊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。呵呵，中锋，用笔中锋画。我这是从上往下画，从上往下画，从下往上画都可以啊。你看我这个从上往下画一样啊，怎么顺手怎么画都一样。这画完了以后吧，这个笔很干，这个就手啊，稍微这么侧锋擦一擦，擦这个立体感的，别都是染一染，等于是啊，你看，这个靠这个房檐底下上面那个屋脊顶上的屋脊呢，那就不擦了，这个房子就完事了啊，再画这块小偏上子，这偏上子房盖是那个。好像是彩钢板似的，这个偏上的啊，你看，这个线条也是，
浊一点点，哎，浊一点就可以了。这竖啊，再竖就完事儿。哎，这个房盖就这么地就完事儿啊。我先把房盖儿画上，画完一房盖以后再开始画墙啊。这个墙挺复杂，不干了。它这个墙有地方那墨的灰掉了，露着砖儿，那个砖的应该画出来。再把这个房盖的房瓦画上啊，很随意啊，嗯。这个瓦盖就是画小弧线啊。小圆弧，小括号似的，横着的画括号，横着的括号，就竖排版的括号是这么画。这书不有横排版、竖排版吗？竖排版的括号就这样的。这完事哦，我先画的是什么呢？房盖儿，这个墙啊，一会儿再画啊，再画。你把墙这个墨色要深，先把这房盖先画出来。这个是偏差的，从这个它这个屋脊呀，冲着咱这边，就是屋脊冲咱这边的啊，这个好画。你看这个，一会儿染个颜色可以了，这个就完事了啊，很简单。哎，后面还有两栋房子，这还两栋房子，这种房子有带是瓦盖，这种房子那是，有彩钢板的那个啊。这是几瓦？啊，再看这几瓦的画，你看，忘了。这个计划要画出来。现在呢，我先把这个用淡的墨吧，把这个露出来这个。砖墙呢，这个就是墨灰那个掉那个砖画出来。一会儿这个底下呢，我再用浓墨勾一下这个门框上那个线条结构啊。这它一个这个砖，它这个墨灰掉下来了，就比较破。这房子要大修了啊。你看这个是砖墙露出来的这一小块啊，我把这个露出这个砖墙画出来。这个画砖的时候就是啥呢？要注意啥？那个错开的缝，砌墙时候是不该错着缝画呀，砖呢不错缝，这个墙不就倒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，错个缝啊，你看。别齐着缝就是不对了。这个是墨的那个墙外面的墨这个灰啊掉了，所以它露出这个砖缝来了。这一块啊，就这一块露砖缝，别的地方可没有，别的地方不露了，别的地方不露了。
不露针缝呢，我就开始用浓一点的墨画了啊，我就用这个浓的墨，蘸这个浓墨啊，稍稍浓一点的，才敢画这个树这个墨，啊，这个墨比较浓，画这个房檐底下，把这个结构画出来，这个结构有点复杂啊，我先把从左边往右边画吧，从这儿开始画起，这个是大山墙冲着咱这边的，山墙冲着咱们的那个呢。把这个结构，它画点结构，它这个是好像是很多那个，你看这样的板皮儿加的似的，好像是啊。那看着这个木的结构，线条吧，还都不是特别直的，有时候还就故意就是斜一点的、弯一点的，对吧？哈，这个屋檐，这条线，用这个浓墨描它一下。屋檐啊，这个描的应该深一点的，这个屋檐嘛，对，擦这个笔锋擦一擦，从屋檐往下擦，擦点这个有立体感来啊，有阴影部分一擦有阴影出来了。你看阴影，这一擦立体感就出来了啊。它这个窗户上面的有个挡阳光那个帘儿啊，这个有个挡阳光那个帘儿。这个结构画一下子啊，你看这个结构，擦它一下，这个房子画完了啊，这个房山头这个就画完了啊，再画这一块，这一块呢还有一个门上还贴个对联儿，底下是树留着就可以了啊。放大一点嘛，大家看清楚一些。这个房檐这底下线条跟上面一样，用这个浓的深一点的墨色，把这线条描它一下，对吧？描一下啊。包括这边也是这样的啊，一会儿在那边再换那边吧。这个它有个门儿，这有个门儿，门上有个贴的有对联儿啊，贴对联有横批了，就是啊，这个贴对联儿底下，侧风扫两下子，门画出来了。底下因为底下是接着树。对联儿横批啊，这边的也是稍微深一点的往下画，房檐上也擦一擦，往下擦。这完事儿了啊。这边这个说了，这边这个墙是有点破了的感觉，我画完了破的那个，墙皮掉下来了啊，这地方它有个小窗户露出来的，窗户，底下是树，接的自然一点，这个房檐也是用这个。浓的墨勾搭一下，碰脑袋了。太高了，不是放大，不放大吗？这个房檐底下啊，你看粗一点，线条黑一点。
正好，这是。把这个结构画出来，它这有个门儿，这有个门儿，把这门画出来啊，这门上面也是有对联儿，横批，这还有两个人儿呢，一会儿还画两个小人儿，对联儿啊，这个门大，这是大门，这是个。侧红要扫就可以了啊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窗户，这边有一个大门。后面也是对联啊。好，我现在把这个参差带一下，参差带一下了啊。从房檐往下插，房檐往下插啊。这个底下那个有个门底下一个柱脚石啊。房檐往下擦，有阴影部分擦出来。这个房子这块比较复杂一些。这个往上擦一擦就可以了啊，从房檐往下擦，擦出个立体感来，阴影部分。这一擦，这个房子就有立体感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底下这条线啊，也是用深的墨画了一下。它这个偏岔子吧，有点木结构，木结构画一下子啊，木结构。底下借树，
也从上往下擦，擦出个立体感来。这个画完了，再把这个啊，这个画下来。这个防山头，这防山头也要把这个这里的有个线，一定要用浓的墨画深一点的。这把这个结构画了，从这边看吧，就看这个翻，这边翻疤能看了一点点。你看，它这个房屋檐呢挺大，这里看那一侧那个翻疤，这上面一个人字架，你看这是人字架啊，你看人字架，这也是人字架，对吧？哈，人家把这个架给突出一下，擦点。其他地方给涂死的，涂黑一点的，通过后面这个黑的，把这个前面这个，屋檐给它衬出来。这个就看着立体感很强的啊。那就画这一块了，这个房子，串一点，我碰脑袋。这个房这个角度看吧，这边看了也翻巴，能看了一点那个那个椽子横条，你看，椽子横条这能看一点，你看这横条梁，这边就是这个人字架了。在这边给它填死，一定要注意用后面的房子结构，把前面这个房屋脊给衬出来。这房结构要画出一下的啊，我画出来，这个房子这个也是这样的。它的这个角度，在这边也是看到那个什么呢？那个一点结构啊，房山的结构，有点结构。擦一擦，擦这个立体感来。房子结构有了，这个能看着一点点啊。特别是这个檐儿，这个色要深。这边也得看到这个房子结构，翻疤、翻梁、翻椽子。三脚架。人字架啊，
擦一擦，虚的下来，把这个树的形儿衬出来，就用这个房子把这个树形衬出来。哎哎，这个房还，哎呀，这个房这个房檐，瓦没画啊，我笔洗一洗吧，淡的墨啊，洗一洗，瓦盖没画，忘了。这个瓦盖，这个是那个彩钢板的，但是这个是瓦的。这个房檐这也稍稍擦一擦啊，擦一擦，这个已经这个这个上已经擦过了，这个没擦，这个房檐靠着脚上啊，脚上擦一擦，房盖上呢，擦染一染等于是。干的啊，我擦这个比非常干的才能擦。好了，这个房子盖完了。现在把这个两个人儿给画上，两个人画的时候呢，这个墨色不要太深了。也太浅了也不行啊，用这个笔啊，小点的笔，又有笔锋的笔，两个人儿，这一个大人，一个小人，一个小孩儿，小孩穿的红衣服，大人还是穿的有点白色的那个黄白色的衣服啊，哦，我看，黄色的衣服，嗯，大人吧是，我看是一个辫子两个辫子，小孩是个双揪，大人是一个大辫子，一个大辫子啊。大便脱下来，衣服边勾搭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两个手牵着孩子的这个手，这小孩是个抓抓阄。两个小抓抓阄，小孩的脑袋画的小一点啊，两个抓抓阄一撇，一边撇一个，两个抓抓阄，这个手跟大人手牵上，这个手往里甩出来的，你看没有？小孩腿比较短。哎，这俩小孩画完了，两个人画完了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小人啊，画完了，好，再接着我说，这地方吧，它又很有点像竹子似的啊，我再画几个下子，往上串啊。用这个小笔啊，用小笔，这个房子前面这位画个小竹林子，这个竹林就是画成竹叶就可以了，别的不用画。色比较浓，墨比较浓啊，在这画了，你就把这个竹子的形象画出来就可以了。一撇，人字形、个字形，这个啊，这个竹叶子啊，
个子人子，分子，其他的那个什么猪肝啊，根本不用画。这个要注意松密变化，有疏有密，有叠加。画竹子时候啊。哦别画太大啊，竹叶别画太大了。你看，就人在这么一点，你说竹叶子画大了就不好办了。你这要注意比例关系。写人字，写个字。一撇一捺是个人，一撇一捺中间加一竖就是个个字，对吧？啊，这里面就是要注意收密，有地方给它密一点，有地方让它稀一点的，稀稀懒懒的啊。密地方密不透风。好了，这块好完事啊，再把这几个树画上。这个树的墨也是浓墨，我先把这个树干画上。画上树干以后呢，再点叶子啊，上面那个叶子也没点，直接把这个树干先画上，用浓墨。这一个树啊，这一个树干先画上。从上往下画，从上往上画都可以啊。这个树的根部在这儿呢啊。这个我稍微画的快一点了啊。注意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大枝啊和大树干呐。要三者要分明，大枝、小枝、树干，三者要分明。哪个树干一定要画粗一点就行了，就是意思，树干粗，树枝呢，大枝粗，小枝细，就这个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哦。这个树花了，这还有个树，这实际上是两棵树啊。我先把这个底下这个树画出来，再画上面那个后面那个树。后面还有一棵树，这个树与树之间一会儿用点子笔点着隔一下就可以，或者你现在用这个笔擦一下就可以，你擦一下也可以，这前后树的区别，层次关系出来啊。这边靠紧左边这个也还有几棵树。
就简单点几个数就可以了啊。房后还有几个数？我把房后的数，我先这个，把树干画了，这个点子笔点啊。房后的树吧，那个墨色深一点的，跟这前面墨色一个墨色就可以了。这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树啊，这个大树干呢？不要浇到一起啊，因为这个树根在房子后面，不是在房顶上长的树啊，房子在后面，在地下长的树，这上面树干吧，这看不着这个树根儿啊，别给人一个错觉，哎，这个树干从这个房顶上长出来似的，那就不对了。一会儿用点子笔点，这个啊，我怕点子笔一会儿点这个边上的，这房檐的边上吧，怕这个房盖误几给破坏了。我现在用毛笔旁边。沿着这个房檐往上扫一下子，把这个房檐突出出来啊。所以一会儿点的时候，那点子笔的头大呀，点的不好，把这个房檐就点坏了。我现在用这笔擦一下，侧锋扫一下，主要是保护这个物体啊，这物体可不坏，别坏。所有的这边我都擦出来啊。这我点的笔点的这个根也是点的深，是不是那一个？干脆我就用这个笔，现在就画出来得了。这个炊烟，别忘了，小烟筒别忘了啊。烟筒的形，我就跟他左底就擦出来吧，一会儿这画着画着别忘了。
这个圆的竖，就虚的就可以了。过这个树枝啊，树干。好，我现在用点子笔把这几个树点出来。泡开了，笔泡开了，用这个墨，浓墨，刮一刮，一定要刮一刮，把这个浮墨刮掉。从这开始点啊，从底下一个竖开始点。也看不见了。从这儿啊，往上点，这个墨色比较深。通过这个树把前面这个树衬出来，往上去虚一点的。直上直下点，这个笔直上直下点呢、啊，再蘸一点墨啊。再点这个树根儿，点的实，点的密，这个亮的地方就点暗，让它反衬出来。这个树根儿上的点密一点的，树梢上点的，细一点的、小一点的、浅一点的色。这两个树点完了啊，还点这个仅左边的两个小树。树根点深，树梢点的浅。
这个数点完了，再点房后的数了。房后这一块啊，这一块点的深一点的，也实际上就是个背景的颜色了。这个点是一定要把这个，哎呀，我还是用笔整一整吧，别把这个房檐破坏了啊。点子不好，这个点子比头大，点子不好就把这房檐屋脊外面这个一线给破坏了，破坏了就不好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放心大胆往上点了。这地方这个树吧，没有画那个树枝。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背景的颜色了。但是这个树，这是树根儿，往烧上去，浅。这几个树也这样的啊。树根点的深，这个炊烟别忘了哈，又点到炊烟这儿来了，所以一定要记得炊烟。烟囱，别让小兵张嘎把这烟囱堵死了。这后面还有很多的小树啊，再点一下的啊，这个就可以不那个什么那个不画这个树干树枝了，就点一下就完事了啊。但是也点的有层次感了，你看有深有浅。这块完事啊，在这个后面，这后面这个大树后面呢，你点点点子，在一会儿呢，这个大树后面啊，点那个小点子往上去，虚的往上去。一会儿呢，也可以染一下子，染成背景的颜色。将来那个什么那个，染颜色的时候，可以把它用那个颜色染一下就可以了。往下拽一点啊。
这都是用那个点子笔点，不点进来染也可以。染这个呢，也是一样要注意这个深浅变化。这个我主张是点点的，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你好掌握，你染这个染的不好吧，那个色就把这个树干给阴了。你点完以后呢，将来到时候往上染的时候，那就省老事儿了。底下是根部，也是点的实，点的深，往上去就浅一点就可以了。小，你看点那个小圆圈特别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再往上去，那就是上面那个树的树叶子了。树的树叶这个地方点浅一点的，非常浅啊。大树的树叶子。这里也有一个层次，这是后面的树的叶子了，稍稍深一点儿，但是也别太深啊。这两个是过渡过来。要过渡啊，这个得蘸完墨以后吧，一定要刮一刮了，不然这个墨色太深。要么就是把这个深色呢，点那个树深的地方。你看我的笔，这个墨挺多，我在底下深的地方再点两下子，把这个笔上的墨点掉一些，点少一些，再往上去点去。要不就是那个纸垫上呢，你淡两下子，不然的话，它是直接往上点的时候，容易出现什么毛病呢？那个太深了，啊，这是现在这可以直接点了，你看，这地方一定要点出层次来，它有深有浅，啊，这还有一个树干忘画了啊，丢三落四啊，落四了，丢三落四。学挺快，呵呵还出来什么呀？大舌头了，大舌头烂鸡的。这个点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这个树的这个形，就是咱不是打了那个打了格了吗？一定要按照这个格点，哪地方深，哪地方浅啊？别点乱套了，该深的地方就点深，该浅的地方一定要点浅一点的，可别点乱套啊！你看这地方深，我干蘸的墨没关系，往这上点深一点的。深一点的那个地方呢，你怎么点都没事儿，但是你浅的地方呢，稍稍亮的地方，那你一定也别点太深了，点太深了就出事儿了。这种有层次啊，点出层次来，你看没有？有深有浅。所谓层次就是有深有浅，别扁点太平，别点一个色，就那意思啊。
点子笔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直上直下点，因为这是点子笔的第一种用法，就直上直下。还有那个第二种、第三种用法的时候，就是那侧锋挠，那就是挠那什么的那个凤尾竹啊、竹叶呀、竹林啊，或者是大草坪呐、草地呀，是那个这么侧锋往下挠的啊，侧锋画的。平时像这个，你就是直上直下点就可以了。这就直上直下点，这点子一定要注意参考那个原图，它哪地方的颜色深，你就点深点的；哪地方颜色浅，你就点浅一点的啊。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别都是一样的对待，都是一码色，都是一个非常点的非常平，那就不好了。你看这地方就是深，你看我就点的深，这种更深。这地方就浅。有深有浅啊。从底下往上点了啊，从这儿开始点，这都是色很浅的，别点太深了。蘸完颜色以后吧，你一定要记得要刮一刮，别蘸完的颜色马上就上了点，那最容易出错了。尤其那个应该浅的地方，你点深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点浅了，你再往深点，你可以补救。你点深了。你想让它浅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我现在就闷头点了哦，不吱声了。Thank you.
我这个心中有个数啥呀？我用铅笔啊，这个叶子画到哪儿，我用铅笔勾了一下子，所以你看我点不是瞎点啊，我都是按照这个铅笔的印子点的。你们也可以这么办，他们不用画签名，直接点哪里点哪里去。直接点的话就不就就就手就没有把握了，不知道点哪去了。但是你要找准位置，你就不用那个铅笔画了啊。所以我这啥事儿吧都不是绝对的。你说我这抓心能力挺强，你根本就不用打嗝。大哥是没招的招，所以这我在课堂上教大家打嗝的目的是啥？就是因为咱们吧，非常多的同志啊，几乎是80%90%同志，都没有学过素描，没有学过素描，他没有抓形这个能力就比较差。抓不住形儿，不知道怎么抓这个形儿，形抓不准的话，所以这画就画不好嘛。为了弥补这个缺点，这个短板儿，所以我就想这个招，就是用打嗝办法啊，打嗝。但是打嗝这是个拐棍儿，这拐棍儿吧不能老用，以后慢慢的，逐步在画画的过程中，把拐棍儿逐步扔掉。只有把拐棍都扔掉以后，你就拿起笔来就可以画，那才真正你学到了本事了，那才学成了。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就是，你要是，我就想去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画毛主席像，那红海洋的时候画毛主席像，那哪儿都画毛主席像，墙上啊，宣传板上。但是那时候画毛主席像吧，我记得我们学校那有些那个真正的是真正的大画家呀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建筑系嘛，对吧？哈，他那个画毛主席像，他都不敢直接往上画。我在通县村里有一张画，就画的这个，他得打上格画，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呢，你把毛主席像也画坏了，画的不像了，那当时就现行反革命，所以这个不敢那个。所以他就把握期间都打嗝，打完嗝呢，就是画的特别标准了，对吧？哈，一般就不会出现大错误了。所以这个打嗝这是抓形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办法。有这个能力抓形，有这个能力的，我还是建议你不打嗝。好，这个树，这个点子叶子也点完了啊，我再调点淡墨，把这几个树啊，这个松树再画上，画完以后再画这个小河流。哎呀，那来不及了吧？再说吧，画哪算哪啊。现在我这个点子笔暂时不用的话，赶紧蘸墨。蘸墨把整理出来这个形整理了，不然下次用就不好用了。你看，整理出圆圆的形搁这儿，下回用就好用了啊。好了，搁里边去。我现在就调淡墨，把这墨都拿到一边，调非常淡的墨，把这个后面几个，这个方面的有几个松树。两棵吧，两棵大的松树，这个墨非常淡啊，非常淡。兑水，一个是兑水，一个就是兑朱标，我先兑水。时间的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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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的话
兑了水以后，很淡的墨啊，我试试看看这墨淡不淡。这几个数啊，一定要记得，不要画太深了，宁可淡一点，没事儿，深了就有事儿。我拿纸试一试，还可以，啊，可以啊。搁这里，顺手。这两个大松树啊，我从上面往下画吧，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都可以啊。你细的线条，细的枝儿。用笔这个棱画，别刮干一点的啊，别阴的厉害了。嗯，画着小枝，小枝打对号。斜过来，这是假的。
是把这笔刮干净点，刮扁的，把这个松针捞出来。这个远的竖，主要是把松针的这个形画出来就可以了啊。也是要注意透气，你要画松针的话吧，就是要注意透气。就是点啊，点要点出个层次来，就我这样说的透气，透气就是层次啊。点擦都有了，这就是擦了，现在这个，擦它就可以了。这种就擦一擦就可以了啊。笔刮扁它，有的要密一点的，要深一点的，再点一遍。这个宣纸有这个特点，先入为主，点两遍跟点一遍的颜色它就不一样。有的地方就是擦了，这地方就是擦，实际上，这笔特别干，是可以干擦。干擦有个原则啊，一定是笔干着擦，笔不干着可千万别擦。这底下这个虚叶子更虚一点了啊。好了，这个树就画完了，大松树远的、远景的松树画完了啊。我再拿个小毛笔，蘸一点浓的墨，把这几个飞鸟画上。这还有几个飞鸟，小飞鸟啊。
浓墨，要新的笔，一定要新一点的。这个你要稍微浓一点的墨，但是别特别，也不是特别浓啊。要新笔啊，要有锋啊，不然画的鸟画太大了。这个鸟宁可小不能大，越小才越好看，越圆，大了就不好看了。就非常蠢了。两笔啊，小鸟，要注意姿态变化，姿态变化，就是夹角啊。你看这个角的小一点的，那个角的大一点的，就平一点的，斜一点的。别千篇一律，别都是一样。小鸟好，飞鸟画完了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来，我来。行，现在画这一块啊，这一块呢，用淡墨了，又用淡墨，把这个小河流、小松树画出来，用淡墨画，先把这个河流的岸边画出来啊。笔刮干一点的，先靠这个河流靠咱这一侧，就靠咱近的这一侧，墨色稍微浓一点的，啊，稍微深一点的。线条有粗有细，这个就粗一点的。这是这边的岸边啊，是要粗一点的，你看。这个线条就细了，那一侧，那对岸那一侧，但是这边岸线条就是粗一点的，靠咱近的线条就粗一点的。就是说，这个岸边呢有厚度，有厚度啊、哦。你看，所有的对岸这个那边的线条都细。更圆一点，笔干一点的，虚虚的，非常虚。像更圆一点那个啊，这个线条特别特别虚了，你看，
笔特别干，拖拉下就可以了。这个远的松树就点些胎点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点那些胎点，这是非常远的树了，不是松树，不知道叫啥树啊，反正就是个树，远的树啊。这几个松树，墨色稍微深一点的，它这两棵啊，这两棵要深一点的，像塔松似的啊。这个花塔松啊，就是笔啊，一撇一捺，一撇一捺啊。就是这个岸边上的，不要画很多的细线条啊！再看那个作业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志画那个这个很多的细的线条，那就不对。就侧锋，你看这个侧锋，比侧锋走就可以了，侧锋扫两下就可以。这两个树，我的笔再沾点水洗一洗，意思就是远一点了。这个树根在这儿，这个树根在这边，在河那一岸，所以就撒浅一点的啊。这是三棵树，先把这个大的画上。我就这个树画成我没有画中间一个树干了，你可以画个树干，也可以不画树干，但是你不画树干，你心中显着有一个树干，就我这就画了树干，所以就画这个随便，你怎么画都可以，你画个树干也行，不画树干也行啊，这个胎点点上，这还有一个小树。这个小树在这个岸边上，这个笔。干的时候啊，干的时候把这个稍稍擦它一下，拖它一下子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草地了，拖它一下啊，稍稍拖它一下。好了，也到点了，也没电了，下课啊。下课，我这个课后。把这个发到群里的啊，今天的末稿基本是完事儿，恐怕个别还有落的地方，到时候再说了。下堂课再见，下堂课就感染染色。